吗？大家，嗨！今天我们坐在很像主播的位置，很像主播，因为为了要爆台，对，嗯，因为我们大家，应该已经有买到 Amini 这个午茶彩妆礼盒了吧？有人有抢到吗？对，有人吗？目前还有。我现在没有上妆，我们今天都我们今天都是素颜，素颜，因为等一下会有一个小任务，我们素颜给大家看，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等一下示范，示范这个午茶眼影盘要怎么画出各自喜欢的妆，很多人大家都有准时有吗？我看，有点紧张坐在这里。我们今天紧张，我今天早上也很紧张，今天从一早就很紧张，因为每个礼拜都在新品上架，就是今天大家今天特别紧张，而且今天你们还特别早来。对啊，而且还导师，而且在58分的时候，我说雅姐58、59、59，对，然后就一直在重刷，说上了没上了？对，现在考断考。对，那因为刚刚系统出了一点问题，因为瞬间的流量实在太大了，就很不好意思。然后，但是现在你知道，你到官网你就可以看到，就可以购买了。然后这次选11月22号推出我们第一次跨界首发跨界彩妆。没有联名，对不对？没有没有，对，首发跨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服饰，然后就是我们在企划设计彩妆系列。那为什么会做彩妆呢？因为我们自己都很喜欢彩妆，然后我觉得说，我们虽然是一个服装品牌，可我不是想让大家只有买衣服而已。然后因为我觉得说更多生活周遭的东西可以让大家同时也可以感受到，然后你们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觉得说你们应该也会想分享给大家，对，但是不只是以分享的概分享生活的概念，因为其实蛮多人都会问说就是平常想怎么上妆啊，平常生活中都用什么彩妆，或是我们习惯用什么彩妆的方式，自己就想要我想要有这个颜色对，想要这个包装，所以干脆我们就直接分享给我们自己也很喜欢的颜色。可是当然我们是第一次啦，就是也是会紧张，对，很紧张，因为有什么就是我们因为我们颜色是自己在设计的嘛，我们在讨论在发想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发生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可能有一些困难，或者说有一些就是大家最重要的是到最后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很喜欢，在 Power 的每一个女孩在设计团队里面都很喜欢这系列的东西。那我觉得说如果我们都很喜欢的话，就是介绍给你们我们就会很喜欢，很怎么说嘞，很开心，就是会有人说他收到很喜欢，就是好朋友一起分享的感觉。然后这是因为第一次做彩妆，所以我们第一次首发是做礼盒组，就是限量的礼盒组，限定限量的礼盒组。然后之后我们也会有单卖的商品，单卖的唇膏跟眼影盘，但是这次因为今天是限量的，所以你如果今天没买到之后就是单卖了。然后因为我觉得很可爱是说这次我是以就是礼物的概念在做这个设计，对，整个设计部就是我就是跟他们说，我们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说我想要收到有觉得很可爱很想要拥有的感觉，然后所以我们在做所有系列的包装的时候大家都是以这个概念去做发想，拍摄也是，然后所以你收到你今天你购买了这个礼盒，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一袋，然后你可以送人，你也可以自己提在路上，很适合交换礼物或是送朋友好姐妹。然后会有盒，就是这个盒子，因为单买的话是没有的，对，单买的话也没有，单买只有，可是它内包装，对，单买就是这样单个这样，对，这个是眼影，然后礼盒的话是提袋，然后盒子里面的内容物会有刷具，3支刷具，就是专门符合眼影的刷具，然后还有眼影一个眼影盘，然后跟一支口红，然后口红就是看你喜欢甜橙慕斯，或者说你喜欢焦糖布朗尼，就是一支。对，这有礼物吗？今天有送，今天有送礼物啊，送眼影盘跟刷具。哇，眼影盘，因为刷具不刷具不能买，刷具没有单买，对，就是没有卖的，对，所以要买礼盒。如果你有想要刷具的话，可能要买礼盒。就是只有礼盒才会有刷具，因为我们刷具没有单卖，会有刷具，就是没有单卖刷具。对对。那我介绍完礼盒了，然后礼盒的内容物介绍完，介绍完介绍商品。好，对对对，这个离题了。包装好像可以给大家就是细看一下，
就除了这边有品牌就是 AmiMe 的名字之外呢，还有这边就是 Pretty Everyday Thing，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就是很漂亮。然后在我们主视觉有用到这一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给自己打气，就是 Darling you are really pretty， 就是打开的时候就算你不是送人，送人也可以啊，自己打开也可以，就是我今天也很漂亮这种感觉。这样是不是有点不会？不会，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觉得很多女生会有点，我们有时候会有点没自信，比如说我们还没有化妆的时候，或者我们平常做了什么，我有时候衣服我没穿好，我自己会觉得今天好像就是有点奇怪，但是其实不奇怪，你怎么样打扮你自己，就是你有你自己的风格就 OK， 你不用跟大家一样，是你要走什么样的路线都不用，我觉得是自己看得舒服就可以。所以 AmiMe 的就是我们整个发想的这个系列概念是让女孩都喜欢的女孩。那我昨天有问江江说，你觉得让女孩喜欢的女孩是什么样感觉的？然后江江说像她这样子像江江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们周遭的女生都是让女孩喜欢，就是很舒服的感觉，就是不会太刻意，个性很舒服，就是自然吧，很自然，就是就很自然，我说舒服好像就是自然对，很自然，就是你喜欢你开心的时候你就笑，然后你生气的时候你就生气，生气，让设计本来生气。今天早上一度有点生气，今天早上有点生气，我说网站到底怎么了？今天早上客人也生气，客人对不好意思，是因为我们是我们的问题，对对对，啊，好像忘记讲那个名字的由来，AmiMe有人在问，因为有人问我说 AmiMe 这个系列品名的由来，然后你们知道说，从这季开始有很多 A 系列，像 Astin。然后跟 AmiMe 就是以 A 为出发点，那 A 我是觉得是以一个人跟我自己，因为我的英文名字是 Emily， 所以我 A 开头去做任何去想发想很多企划，不一样的企划，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大家。然后 AmiMe 麦跟 me 就是这两个都是很自己的，就是我觉得说每个人心中就会有一个小女孩，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去满足。也满足他想，就是有的满足自己想要，对，就是你工作很忙，可是你心中一定有一个你想要度假，你想要什么？对，我觉得就像江江很常会设计一些小蝴蝶结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少女心。他明明就是有点男孩，对，但他内心是一个少女心，对，有时候还是会酷，可是又想要蝴蝶结，对，就是棒球帽后面还是要硬要加一个蝴蝶结。然后这次的。除了品名之外，然后整个概念是以下午茶的概念去做设计的，就是像我们这边，哎呀，大家应该有看到我们的情境照，都是有一些餐具啊、餐桌啊。这边有拍。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买一些，就是生活用品，杯盘啊、叉子啊，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生活中很疗愈的事情，像有人喜欢煮饭，有人喜欢购物。然后有人喜欢就是看看书，我们很喜欢买道具，买道具，设计部很喜欢买道具，所以我们这次的概念就是以午茶甜点为概念，所以每一个名字就是这个是午茶眼影盘，然后这个是一个是甜橙慕斯，一个是焦糖布朗尼，都是用甜点为概念在做发想。就是、眼影盘是下午茶的饮料，然后唇膏是甜点，就是蛋糕配在一起就是下午茶的感觉，然后之后大家收到的话，可以就是拍照，如果带去咖啡厅拍照，然后上传，然后一样 take 我们的，结果每一样也是会在咖啡厅里面每一桌都是。你 Facebook 的抽奖选出来了吗？还没，因为刚刚太紧张，还没有抽，还刚刚在处理一些。昨天已经那个 IG 抽到是 Dora， 对。然后因为就是 AmiMe 还有一个重点，我觉得是我们可以透过一点点的不同，让你的生活不一样，跟你的妆容一点点的不一样。有人说镜头好晃，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叫脚架，因为要可以特写，就是等一下妆容，等一下我们会没化妆啊。我今天我戴了隐形眼镜，但还没化眼妆，还没化妆，看起来像小，就是大家都只上。我们三个现在没有，我是素的，我没有戴隐形。像你们皮肤看起来都很好哎，没有啦，没有素颜啊，没有啊，我们有上底妆，眼睛的有上底妆，对。有人说 Ruby 还是很紧张，手抖是不是？对，一直抖。对，然后那就你觉得我要先试给大家看？好，先试给大家看。试颜色，试在手上。先介绍一下，先介绍有买到的朋友们，就是如果你等一下可以看我们三个试妆，因为我们三个应该会画出不同的妆
感，就是大家每个人化妆的习惯。没有啊，很紧张，因为我今天一早一直在处理商品的东西，我都还没有想过。嗯，你打开，我觉得这个很像很可爱的，就是一组雾粉色，因为我们很最近很喜欢雾面的感觉，所以我们特地找雾面材质的。刚刚说这有点雾面丝绒感，它的材质盒装的跟口红的材质也都是雾感的，还有这个刷具，对对，还有刷具也是那种雾感，它中间这个方块也是雾的感觉，就是这个。好，然后打开这边有这个是什么？柑橘伯爵，对不对？对，这边。让我拿开，因为这个你打开的时候会有一张纸，然后你就上面会有一些那个英文的名字，颜色的一个，对，然后你可以拿掉，可以，忘了介绍什么，就是我们的商品页做得很清楚啊，对对对，你可以讲一下啊，可以啊，可以，像会花时间，我的手机在哪里？里面好像没有，我没看，那你有到上官网吗？官网吗？嗯，官网，因为我们商品页都有，每一个步骤都有设计部写的非常清楚，然后还有 Milo 的就是。步骤看化妆步骤怎么样，以化妆师的角度来看，就是你的化妆的步骤，用这眼影盘可以画出两种妆容。对，我们是特别设计两种妆容，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有更多可以。好像我看到很多人问我身上的上衣是新品吗？对，好像是11月27号的新品，好像下礼拜的。嗯，然后这个是柑橘伯爵，我试色给大家看。有一点红棕色的感觉，怎么这样？对，这眼影盘里面是有三个亮面，一个雾面。柑橘伯爵，我刚刚是色、很显色。柑橘伯爵，然后这个是香草拿铁，这个是香草拿铁。哎，我这样子刚刚用的那个颜色，再用的颜色，你可以换一个手指。哦，要换手指头。我没有当过 YouTuber， 我不知道。好像有一点，这个是有一点怎么办？那你等我一下，我再重试一次。因为它这个是有点像打底色，所以这个是卧蚕，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很喜欢卧蚕，我就说一定要有一个卧蚕色，有没有亮亮看得到？但它的光泽好美哦。因为这是它是有点透明感的那种。对，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次出彩妆，所以我希望说。是连你不会化妆，你买到这一盘你也觉得很好用，因为只要、因为如果太显色的话，很容易不会化妆的人很容易就是很浓。嗯，我可以说一下吗？因为其实我应该是从出生吧都没有用过眼影这个东西，真的假的啦？我是完全不会涂眼影，认真欸，我说认真，我真的没有涂过眼影这个东西，因为然后我好像前几天小姨在教你，对，前几天小姨在跟我说我直播要画眼影，而且还计时，对，小姨我刚才说了几分钟，我就一直画，真的是我回家有练习，然后我有练习，你很用心，我真的有练习，我还想说要不要录个影片，然后就是上架前先 po 一下，但是还是没有用，厕所太丑了，啊，反正就是我真的有用过这个之后，我觉得真的是算是初学者蛮好入手，因为它这颜色其实就是只有这个是。就是最怕失手的吧，应该就是最深的。但是其他的话，其实你多叠几层都没关系。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其实是还算蛮基本、蛮好入手的一个眼影盘的颜色。那你最喜欢哪个色？我最喜欢打亮的吧，打亮应该是香草，应该是这个吧，这个柑橘伯爵，柑橘伯爵。对，因为我自己画太深的话，他们说很像武媚娘，武媚娘，那很漂亮，你长得很漂亮，眼睛有点凤眼。对，所以我会比较喜欢这个。对啊，等一下画画。江江说要比赛了吗？我们还没介绍完江江，还没啊，我还没讲完，就是这个生气，生气啊，香草拿铁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最喜欢卧蚕，就是你如果想要厚一点卧蚕，你就涂多一点，但是。我觉得可以用层层叠的方式才比较不会失手，因为它其实叠很多层，它也不会到太亮，不会太浓。对，然后再来是，江江说画圈圈，这样你可以。这个叫玫瑰牛奶，很可爱，这是唯一的都是那个就是饮料的名字。然后这个是雾面的，这个它是唯一的雾面色，对，雾面的对。然后你看它好像很红，擦上去。没有颜色，光好像打太强了。有啊，因为层层叠啊，雾雾的。就是它刚开始上的时候，你一层是这样，然后两层。我觉得用刷具是不是会更明显？对，刷具可能对，因为用手指头没有显色。其实是显色，可是不知道我是比较黑，我比较黑，因为现在灯光太亮。近一点。
所以我们可能要下手。其实这个我觉得可以当腮红，可以。哦，可以，因为它是当腮红。因为我记得 Milo 也有把这个当做腮红，嗯，对。也有当腮红，就是淡淡妆就可以每天都可以画。那再来一个画不了的，用小拇指。好，我要画这个摩卡可可，这里摩卡可可好像不用太多，因为是这么重，这个很重。摩卡可可画在这里要轻一点。哇，这很重。它延展性好好。对，我觉得玫瑰牛奶画我手上还蛮显色的。对，还是我你比较白，你用几次？可是我觉得因为你要如果要上眼影的话，你不要一下太重，不然你就会等就可以慢慢叠，对对对。然后网站，我们网站有了吗？那我介绍完这一盒了，然后在这边其实网站有更仔细的介绍。有人问雾面是哪一个颜色，雾面是玫瑰牛奶，玫瑰牛奶。哦，我来看一下，等一下我从第好多，从第一个，我们这次的商品也做得很用心，很用心。好，从这边限定数量的 My Me 彩妆礼盒，然后这是江江画的插画，然后雅洁设计的包装，然后我们拍摄，然后我其实要讲很仔细，是在讲说，因为这是甜橙慕斯的妆容，所以在这边他会说有用什么样的工具，然后这边使用什么样的产品。然后这是步骤，嗯，哎呦，可以放大，对，怎么这样子？啊、去哪里了？哇，点到了吗？对啊，没人会用 iPhone S。你这个换，他这个手机太新了。对，重点是商品页有步骤卡，所以你如果不会化妆的新手，看我们的步骤卡就可以了。有四个步骤，这次我们跟 Milo 讨论说，我们只要用最简单的步骤，让大家都可以很轻易的，就是上妆。对，这边两个妆，哎呦，有两个妆容，一个是眼妆，四个步骤，然后一个是唇妆，也是四个步骤。对，你们可以在这边看。小姨一直在催，小姨一直在催我们呢，还有我们比赛是要开始化妆。好了好了，就这边是完整妆了。好，那就这样。好，你们再到商品页去看。可是我手这么脏。可以换吗？哎呀，这个拿卫生纸，现在好紧张。那我现在镜头啊转，没有没有，还有两个，这个没介绍啊，唇膏没介绍。唇膏，有人问你嘴巴上的颜色，我现在有点掉了，我是甜橙慕斯，可是因为我刚只涂了一层，我刚吃早餐，有点倒，对，但它算不太容易掉色的，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是偏滋润的唇膏，那滋润的唇膏一定是比雾面的容易掉色，可是我觉得以滋润的唇膏来讲，它没有说真的，就是吃完东西大概还可以留个七八成。可是如果你要漂亮的话，你吃完东西还是要补一下，刷完牙，就是两像牙齿一样，它每天无数颗来补。我也是，我就会一直补。然后是那种不掉色的唇膏，擦起来其实很就是擦一天下来，你嘴唇都分裂了，就是会比较干一点，所以我宁愿会掉。两个颜色，这个是甜橙慕斯，然后这个是焦糖布朗尼。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各自应该会有自己喜欢的妆容吧。江江要不要照？江江画圈圈，江江画圈圈。江江怎么不参加我们的那个彩妆比赛？然后这很可爱，真的，它上面有压纹，压纹。我可以拿我自己的，我的已经没了。我也是，我想要给大家看，那我的在哪里？这没有带来吗？好像是哦。这边我已经用到这样子了，都凹了，很用力，很用力，我都很用力，涂上去比较可爱。好了好了，那我们不多说，开始哦。然后四个要不要先试？要试在手上？哦对对对，忘记了，试好了，反正压纹就好。快点快点！好了好了好了，我们才直播十，小姨也来了，20分钟哎。小姨在画圈圈。好，甜橙慕斯，然后我试给大家看。近一点好了，这边是还蛮浅色的，很水润水润的感觉。它擦完嘴巴是会有嘟嘟的，对，就是会撅撅的感觉。然后再来是这个焦糖布朗尼，焦糖布朗尼我其实还没，我没有认真擦，每天擦，我是喜欢擦，因为你比较喜欢橘色，只有喜欢橘色。这是焦糖布朗尼，蛮多客人很多人喜欢焦糖布朗尼，因为焦糖布朗尼是其实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南瓜枫叶色，玫瑰色，对。很可爱，好，那我们就来比赛。好，大家先讲一下这个规则啊。好，就是Ruby 会帮我们计时5分钟，然后5分钟的时候结束，就看大家画的完成。那只画一支吗？
两支五分钟两支，五分钟两支，不要随便乱画了。手机可以借我计时一下。我的、啊，好，那我要来。好紧张，我等一下不行。五分钟，我们那个镜子要先那个排好，五分钟，而且要用刷具，你们都有拿到刷具了。有有有，这边有刷具。刷具啊，刷具忘了介绍，可以再讲一下刷具。等一等我，对，继续直播，然后我。我刷具昨天，我觉得三支都算蛮实用的。看什么？我有在剧，你要不要吓我？我刚醒，怎么吓我？怎么？你说我没在直播，我刚醒来，你醒了。你说刚二十分钟都在直播，怎么可能？因为我也经常都要停。刷具总共有三支，然后一支是这支是眼影刷。这支是大方向的眼影刷，就是有比较晕开的，有没有这三个？这支是眼影刷，然后这支是可以晕染的，你可以画鼻影或什么。可能要这样，这样对，布洛克。那谁要帮我比啊？这个是眼影刷，然后这个是晕染的，然后这个是眼尾的眼线刷，可以当眉，它是做斜角的，斜角对。好。那它还有那个啊，下面有那个 logo 的、那個哦、logo 要介绍的，我觉得很可爱啊。这有 logo， 我觉得包装也很可爱啊，整个包装很可爱，包装是这样子。好，我们可能会被杀。好，开始了。不行啊，等一下。好紧张，我要用这个刷具。等一下，我先找一下我刚刚在哪。好，我现在转过来了。现在是开始了，是不是？还没。还没，你要讲计时开始哦。对，我现在让你们走动，就是进来我们。我现在让你们 stand by。我有一盘这个，我自己布置的。布置这样子，布置的，好可爱。好，要开始了吗？那我现在要，你先计时。好，现在五分钟计时开始。五分钟哦。对，五分钟。现在佩妮现在在上哪一个步骤啊？第一步骤。刷眼影，就是先刷第一个颜色，就用柑橘那个什么伯爵的。有人说雅人加油，有人还要再帮我两个上眼皮已经画好了。啊，你两个上眼皮已经画好了，还画到这个眼尾，你很快、欸，我很快，我就是真的五分钟可以出门，你很快哎、欸，我没有骗你。那可鱼呢？现在眼尾上最深的，然后把它晕开。哦，你从眼尾开始上哦。对啊，你的上妆步骤跟别人不一样哎、欸。对。大家有想看谁上妆吗？来，先看小羊好了。好，那我现在用香草拿铁，我要用卧蚕。你直接把它画在上面。对，直接画在上面。可是我觉得可以用更细的笔，因为这支有点粗。然后我再拿一点点这个柑橘，不是柑橘，玫瑰牛奶，画眼尾这里。眼尾。有人说羊羊好熟练。就是每天都很赶的要上班，所以你会把它画在眼角。时间我画在这个 C， 我用这个玫瑰牛奶画在这个 C 字的地方。这里三分钟啊，剩两分钟。对，现在三分半，剩三分钟还是那张是剩两分半吗？嗯，现在就是好，剩两分半，太快了。因为现在目前已经。没有，我用倒数了，所以就是剩三分钟。你到底是？可以说清楚，我紧张。我要生气了。你现在那我啊、哦、那样。我现在因为那个卧蚕色啊，就是它是比较透明的那种，然后我想要就是让它深一点，所以我就会用刷具沾它之后再喷，就是化妆水之类的，然后它就会湿擦，它就会比较好。你好专业。我们可以照一下隔壁在上班，我们在这边这样，大家应该不会介意，因为他们超认真。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吵，大家。他好像戴耳机了。哦、好，那我再次画这个摩卡可可，然后我画在这个眼尾这边，我从这边这里，就是眼球的下方这样子描过去，这样子，然后拉平的线画出去。哦。然后我也会沾一点点在眼头的地方。在眼头会看起来比较。对，比较深邃。嗯，对。我画完了。你画完了，你两只都画完了。对啊。我现在在用这个最深的那个颜色去当眼线，眼线去画。我好像也画好了，如果不画眼线的话。对啊，怎么搭都很快啊。我们来看看佩妮要画几分钟。好，现在要打亮了。
打亮的话用手指头，然后打在眼球最凸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打完完妆后，哎，这样眼睛变超深邃。因为我把那个摩卡可可加到这里，就是从这边拉到这边，所以整个眼睛其实应该是比刚刚变长了吧？是吗？对，就是变得很长，变得很大。嗯啊，等下没有，可是我忘了擦这唇膏了。可你已经有了，没有，我要再更多。五分钟到了，大家如果想要眼睛变大的感觉，可以试试看羊。就比五分钟到了，还没，还有一分，还有一分半。Peggy 只剩你哦，我拍一下。这有拍到吗？就是那个很闪的那个。那个眼头有跟卧蚕，就是因为我你这边是用香草拿铁吗？对，但是我有，但是我就是湿茶，就是我喷它就会变得比较银白一点。如果你觉得太你如果觉得原本太清淡的话，就可以像我这样，就是先用眼影沾眼影刷沾，然后再用喷湿眼影刷，它就会比较亮。我现在看不到我自己，好紧，你闭起来，你闭起来看看。对，然后眼尾跟眼皮那边会有光泽。眼皮的眼尾跟下眼尾用最深的颜色去当眼那个眼线，把它加深，这样是好看的吗？从镜头里面，好可爱哦！真的吗？我没画眼线，大家说看得出来。那我刚擦了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甜橙慕斯，对。然后我是喜欢它，我会涂不止一层，我会涂就是大概两三层，让它嘴巴就是有点撅撅的感觉。对啊。就是它会有点蓬蓬的，因为它其实有高度的玻尿酸跟一个什么油，一号男油，荷巴油，它是油脂会比较多，所以你会觉得说它好像比较水润，比较跟一般的唇膏不一样，它好像质地是比较稍微软一点点的感觉。Peggy 剩13秒，12秒，在修饰，时间到了就是要停笔哦。好，我吃差不多了，我剩眼线。那其实刚开始要3分钟就好了，你们根本就不用。对啊，我们现在就是已经等车了。我本来是打算要，时间到了，对，是，不能再画了，是。因为我本来是打算要画眼线，可是后来觉得好像不需要，用那个深的最深，我有用深的当那个上下眼尾，所以好像不用再加眼线，就提早完成。我看一下我镜头，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妆容？我就是先用新手的妆容，大家如果不会画的话，新手我就是先用这个一般的眼影刷嘛，就是先用柑橘色，就是整个先打底，这样打底，然后打在眼窝，就是你就会有一个凹槽这边，这样子画这样子。然后如果你觉得太重的话，就用手指头把它稍微刷开。然后接下来会用一样是用眼影刷，然后先把原本的颜色涂掉，然后沾这个深咖啡色。深色的，但是沾一点点就好了。然后就是涂在从眼中间到眼尾这样子去顺，就是有一点眼角，就是不要整个刷过去，是有一点角度的。可以看一下镜头吗？好，就是有点角度了，然后再去带下眼睑的位置，因为如果你只涂上面的话，下面没有涂的话，会看起来上面太重，怪怪，下面太轻，所以一定要带到一点眼下的部分。双眼皮比较窄的，或是单眼皮的，就可以参考 Peggy 的画法。对，因为我们三个刚好双眼皮，眼睛都不太一样。但其实我今天也是有，我是有粘双眼皮胶，我也粘了双眼皮胶，然后就是最后再用这个斜角刷去当。拿这个最深去当眼线液，就这样涂，然后下面刺。没有，我等一下也要来画。然后最后就是点亮，点亮就是用手指头去点，然后点在就是一样是点在你的眼球的中间，这样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点点点点，然后一直点点点点点点点，一直点点点点，然后就是把它晕开来，然后最后再用这个斜角去点这边画下面这样子，卧蚕的部分，这是我的妆容。对 ，OK。大家好像都说三个画的都蛮漂亮。天啊，我刚笑得太大声了吧？等一下 ，Peggy， 你没有介绍你搭配的是焦糖布朗。哦，我搭配是只有你画焦糖布朗，真的。我是用布朗尼的颜色，一样就是我从今天开始就是涂这个口红。你好像每天都涂。我好像有100支布朗尼的颜色。对啊，因为我很喜欢布朗尼颜色，因为我擦太浅的话好像会不太习惯。对，所以这是布朗尼的颜色。然后我今天是。搭配布朗尼的妆容，蛮多人问耳环都搭，蛮多人问衣服的，是可以接受之后的新品，之后的新品，好，我的也是，那你要不要改内视镜，换小杨内视镜？但是我现在要怎么转过来啊？对，转到你自己，看到我，往里转，看一下你，就
毕竟也是有打扮。你今天有？有，他还画睫毛膏。那你有涂唇膏吗？有，我涂布朗尼的唇膏。哦，对，你的。这样好尴尬。好了好了，等一下我。嗯，这个很真实哎、欸，嗯，因为我是把摩卡画在这边，所以这边会比较浓的感觉，可是眼睛瞬间变大了。对啊，眼睛瞬间变大、欸。因为就是就我就教大家最简单的，就是你用这支斜角的笔刷，然后沾这个摩卡可可，然后你从这边眼中就是眼球下方，然后拉拉拉。画平的出去，你不要往上画。你如果画上扬会比较凶，但是你如果画平的话，会是有点无辜感啊。无辜感，我忘记说了，就是这次有跟 Milo 说，就是我们的妆容，我希望是有无辜感觉的，因为很可爱。对，大家都说眼睛变超大，因为我有戴放大片跟粘双眼皮贴，我双眼皮贴在这边。你为什么画得好漂亮？这边对啊，双眼皮贴对。对，就是我的眼睛变大树，对，地精呼阿姨买了哎，阿姨有买彩妆组哎，我吗？嗨，阿姨，可鱼妈妈，可鱼妈妈，如果你要送妈妈，我觉得可以适合焦糖布朗尼的唇膏，比较适合就是大人，我觉得因为妈妈好像都比较喜欢深一点的颜色，但它因为它是有点干燥玫瑰感，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太浓的感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我们三个的妆容，我的蕾丝是这样，蕾丝一直往里面掉，三个妆看起来会一样，近一点的话，三个一起好了，看吗？一样吗？应该不一样吧，因为我们好像平常就画不一样，对啊，可是我怎么画的都就变好像再多一点，你双眼皮好像变很宽，对啊，因为可鱼刚刚把那个。香草拿铁抹在眼中双眼皮的地方，我觉得还不错，我可以明天试试看。那换我介绍我的画法。对对对嗯，好紧张哦。我是好像跟他们反过来的顺序，就是我先用这个摩卡可可，然后用这个斜角刷画在下眼尾跟上眼尾，就是一个七字形，把它画了之后，用这个晕染的把它边界晕开之后，然后我再用这个晕染刷沾。这个玫瑰牛奶画在眼皮的中间，上一点点橘色的感觉，可是感觉不出来有玫瑰牛奶，一点点，因为它被那个香草拿铁盖过，一点点，然后也是把它晕开之后，然后就是用这个柑橘伯爵，然后擦在整个眼窝这边上面，就是让它有一个底色。先玫瑰牛奶，顺序是反过来，先玫瑰牛奶再柑橘伯爵，对，但是玫瑰牛奶是画在眼皮而已，然后柑橘伯爵是打在整个眼窝。然后全部画完之后，再用这个扁平的这个刷具沾，就是打亮的这个香草拿铁。可是因为我想要它就是很闪，很闪，想要它就是有点欧美感觉。你好像里面是最亮的。对，我想要它很亮，像欧美感觉，所以我就这样子沾了之后，我就会看你是要喷化妆水还是定妆喷雾或是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这样喷刷具一下，然后它就会变湿湿的，然后你再上眼皮，它就会变得比较闪。哦、就是如果你喜欢。亮一点的话，因为像他们就是直接擦的话，就是比较日系那种透明感、雾感的。那你这是什么系？欧美系。混一点点。混系、哦。那我们要找。混哪里的？说我们是日系。所以这个就会，他的眼头这边就会比较亮，比他们的亮一点。然后哦，我刚刚那个沾湿除了那个喷刷，就是我随便喷的化妆水。喷了之后再沾是不是？不是不是，先沾再喷。然后现在直接立马。然后我还有下面这边也有，就是顺便也一起打，就是打卧蚕。好，我介绍完了。大家都说三个都长，就是妆容都不太一样。现在偷补眼线，上有比较亮，还是你沾的太少？你说这个沾太少？对，然后再喷。哦，有哎、欸，加完眼线、加完眼线看起来更完整。就比较有比较亮的感觉。我平常是会加眼线，对，今天没有加。可是我觉得我下妆好像太重，有点上班这样有点浓。因为我们现在有打光，所以要下重一点，因为镜头会吃妆。哦，对，好，紫色衣服是新品，所有的衣服都新品，我看不到其实。还是我们要站着、啊，因为大家都打扮了。好我们结束了吧，所以要我们介绍完有得奖，就是有就是什么奖品没有，就是有谁最画最好吗？画最好应该不要吧，大家很那个，蛮
蛮多人说洋洋这个比赛好像，我觉得这是粉丝，洋洋粉丝比较多，这样不公平。那我们就介绍完了。好啦，现在网络上，你到官网买就可以买到一组的礼盒。现在我们刚好礼盒就是你选一个口红的颜色，然后眼影都是一样的，刷具也是一样的，包装也是一样，就是看你喜欢甜橙慕斯还是焦糖布朗尼。Peggy 嘴巴上的这个是限量，我刚看数量不多了。可是我们库如果现在在显示卖完，就是真的卖完，真的没有，不是坏掉，是系统的问题。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们要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好了。我想要给大家看我们的穿搭，因为我们搭配妆了。站起来。来 ，ending 这一位。这件高领真的超可爱，我刚自己穿上之后发现我应该会买。这个很可爱。这样搭超可爱哎。你就是很焦糖，这其实是红色底的，可是好像有点色彩。而且 Peggy 超爱买碎花样，哎、欸，哪有？而且你耳环，耳环也配碎花，耳环是之前的，而且你有配到色，哎，好可爱哦。对啊，焦糖布朗尼的穿搭。好，一起。好，要先介绍。好，我的是小姨说，她帮我配最浅橙木。蛮甜橙的，对，就是黄色的，黄色的洋装。这个好像是那个形象，还有穿的模特。这边好暗。还是你要换了这边？那这边有桌子啊。那好，对对对。哦，这边好啊，可以，没关系，这里比较亮一点。哦。然后我特别，我因为我是特别看他们两个，想说我要比他们突出，就想说我选一个。没有，也是我平常自己会穿的。然后我就是最近很喜欢大雪梯，然后这件刚好是有拼接蕾丝，大雪梯这边有拼接蕾丝，在领口跟袖口的地方有拼接蕾丝。对，对，它不是两件，它是一件式的拼接。而且我发现那天我们拍照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可以两穿，就是它可以再往下，对对对，或者它你不要的话，你把它塞在里面，然后你只要露袖口，对，它可以两穿。对，然后我是搭就是男友裤这样，所以你们两个今天穿比较女生，对，比较对 lady 一点。那我们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之后的新品，就是一样，就是10点锁定官网。对对对。